由霍建华、赵丽颖联盟主演的年度古装玄幻仙侠剧《花千骨》即将在湖南卫视开播。6月2号，《花千骨》剧组一行空降马栏山，杀入快乐大本营现场。因张馨予、李晨、范冰冰纷争而备受关注的主演霍建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和剧组一起欢乐玩转快本现场。这被玩坏的仙侠 CP 到底是霍建华、谢娜严肃搭档比较抢眼，还是赵丽颖为佳欢乐逗逼比较有爱？当然，还有被玩坏的我们，回归仙侠官配才是王道。在现场，霍建华与赵丽颖玩游戏频频被虐，不过却全程带笑，更是充当护花使者。这全程满满的 CP 感真是让人愈发的期待了呢。虽然不能跟你们剧透这期快本什么时候播出，但是最后6天倒计时就在湖南卫视6月9日起每周二周三晚钻石独播剧场《花千骨》，就等你来看。芒果捞新闻已经被赵丽颖萌翻了报道。由霍建华、赵丽颖联盟主演的年度古装玄幻仙侠剧《花千骨》即将在湖南卫视开播。6月2号，《花千骨》剧组一行空降马栏山，杀入快乐大本营现场。因张馨予、李晨、范冰冰纷争而备受关注的主演霍建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和剧组一起欢乐玩转快本现场。这被玩坏的仙侠 CP 到底是霍建华、谢娜严肃搭档比较抢眼，还是赵丽颖为佳欢乐逗逼比较有爱？当然，还有被玩坏的我们，回归仙侠官配才是王道。在现场，霍建华与赵丽颖玩游戏频频被虐，不过却全程带笑，更是充当护花使者。这全程满满的 CP 感真是让人愈发的期待了呢。虽然不能跟你们剧透这期快本什么时候播出，但是最后6天倒计时就在湖南卫视6月9日起每周二周三晚钻石独播剧场《花千骨》，就等你来看。芒果捞新闻已经被赵丽颖萌翻了报道。